跟住落嚟，梗係請女方嘅家長袁爸爸。各位香港嘅市民，多謝你哋，我非常非常感動，你哋咁少數人係可以有咁嘅勇氣嚟對付咁大嘅困難。我喺北京住咗六年，而家仲喺北京住。我知道的問題在哪裡，這個是非常艱難 的任務。 我的女兒好像我媽媽，我媽媽是一個基督教徒，1956年因為傳道她就拉了她，勞改20年，他们说只要你说没有神立刻放你走。我妈妈说没得谈，20年跟他们对着干。跟共产党讲真理，什么叫真理？当然个人心目中的真理不一样。我媽媽對住個共產黨員，第一句就係話：攞呢把槍出嚟，放低你支槍，講真理係唔可以用槍嘅。所以一直20年，佢同佢奮鬥到底。我呢個女有勇氣，我哋全力支持，全家支持。我少有財力，但是袁黎明說不需要，他自己搞定。他家姐理財好得，他哥哥戰略好得，我們會全心全力支持他，因為他做的事是我們後代，對我們後代是一定需要的。好，多謝。